古丽，这是蒸的还是烤的？蒸的。蒸的。蒸的南瓜，里面加的有蜂蜜，听说。南瓜。南瓜吗？这怎么做的？看着还挺好看。我在新疆又发现一个街头美食，你看看这个美食，你见过没有？这个是甜的，放糖了是吧？啊，有一点。我又放了蜂蜜了。这个5块，这不是。5块10块是吧？这是烤的吗？还是蒸的？蒸的。这是蒸出来的南瓜，不是烤的。我以前一直以为它是烤的，里面加的有蜂蜜，听说。这个大的一个多少钱？这个大的。这个也10块钱是吧？就这个，就这个，这10块钱是吧？对。哇，这好大，这个，一款地道的新疆街头美食。啊，这个软软糯糯的，我尝尝啥味道啊？这个南瓜还有5个角，你看，像苹果一样的。它这个南瓜我在内地也没见过，这南瓜真的特别好吃。太糯了，这个。每天吃烤肉，这简直就是一个饭后的甜点。你看这个是不是软软糯糯的？这瓜皮也可以吃，我们陕西人说瓜皮，瓜皮特别香。这个新疆的街头美食真的挺多的，花样百出，真的特别好吃，太好吃了耶！